想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春夏秋冬，但秉承一定的信念态度，咱终于还是来到分数。感谢两边啊！无一个人是完全，无一个人永远拢真好食。嘛，每一个人永远拢是勇壮，人生有起有落，愿上帝的心在咱的中间做伴，听三个祈祷。主上帝，我感谢，予我知我是人，予我知我是真有限的人，有限的人甲有限的人三角生活斗阵，有人讲这是真痛苦，但是我要讲这是稳定。因为我有限的中间，我会当找出我有真侪甲人无同款的运势甲才情。伫这个方面，我会当帮人。伫别人的身上，我会当摕到真侪对方真优秀的所在，比我搁较好。我会当分享伊的好，领受伊的水。我羡慕，我学习，因为我伫成长彼此。我嘛知我家己真软弱，我嘛知对方有软弱。所以我无用家己的软弱来批判别人的软弱。上帝啊，谢谢你让我在你面前知道，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造就我们，引导我们生命的脚步。那我哩欢喜的心，大人三个一家，我圣神带我，将我今仔日羡慕你的人。每一个人，我们都从你领受到你的话，你的喂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过用保罗的话，对上帝的阿乐，咱用华语来读一下，好不好？预备，来，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他的智慧和知识多么深奥。谁能解释他的决断？谁能探测他的道路？不要以恶报恶，大家看看美好的事要努力去做，要尽你的全力跟大家和睦相处。这个家第一部分就是讲上帝奥妙，无人会当测度上帝，无人会当了解上帝，因为创造宇宙。而这个上帝，伊的能力、伊的智慧，大大超越你我咱是受造的人。你所创造的伊啊，倒啊，他有可能理解创造伊的主的心意啊，伊的落差太大，所以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说，我现在说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你们讲阿门无？无一个人会当徛伫你的面前讲，我即摆咧讲的就是上帝话 ，no， 是咱拢真谦卑，咱来足详实讲，这个是我到即步我理解，到即步我理解上帝。因为五年前的你对一寡代志的看法，甲五年后的你，现在的看法，甲十五年后的你，常常都会修正，修正的不是上帝。修正的是有限的人自己的观点跟体验。我安尼讲，你要讲阿门无？阿门。是。所以无人会当徛伫你的面前，牧师嘛唔敢讲，我像你讲的百分之百就是上帝的旨意。但是真侪宗教人，因徛伫遐拢在讲，这就是。This is no, not really.今天我有一个题目，甲咱三个来分享，讲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春夏秋冬。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真侪人甲用伫真侪无同款生命话题。啊，伫这个只，我讲每一个人伫你的人生的中间，常常拢有春夏秋冬的变化。啊，咱用这个。气候一年有四季，咱要来讲，伊要安怎？基督徒要对这个家来学着一个
会当应邀上帝利益人，逐日伫咧生活好个态度，是会当造就人个态度。我落伫咧有一句话讲：你常常你个心都爱常常准备应答。若有人问你信心的原由是啥物？你声说这么清信，因为你讲，若确实有人来质问你讲某人，请你用非常短的几句话介绍你的信仰，介绍你的基督信仰。因为请问你准备好了吗？你可以用几句话来向一个渴慕的人介绍你基督的信用吗？你爱伫外口伫咧推销收产品的人，我拢真感动。公司拢爱训练因，你给我两分钟，你给我三分钟，我给你一生的幸福，我给你一生的保障。因为咱基督徒人，唔知有法度通亲像安尼，但是耶稣已经准备了。耶稣问伊讲，人问伊讲，你敢会答？我不知影信仰的中间上要紧的是啥物？耶稣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听出你的上帝，搁着听出你真正听你家己。所以这三尽三听，尽力所尽力者，尽心尽性尽力尽力。有诶讲尽心尽性尽力。所以这人你着尽做啥？听上帝，听你家己，甲你听你身边诶人。这是你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马通为这个才有实行，也来表明你的信仰的深度。所以信仰其实，你一日到为伫遐咧祈祷，伫遐咧读圣经，伫遐咧做真侪课程的训练，假使你若有爬起来行，这个信仰是歪起的，是的。爱不是名词，爱是。动词，所以基督的信仰伫遮伫咧操练咱，毋是伫遐咧传一套物件予人，毋是伫遐咧传一套教义予人，毋是干呐带人来洗礼，毋是，迄个是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小部分。就真要紧的是，要把人带来到伫上帝面前，你着这个上帝是你创造你生命的神哦，你着甲伊结连，然后你着听伊敬爱伊哦。然后你若真正敬爱伊，你就爱听伊做伊所爱你做哦。你若敬爱你的爸母，你就唔通做互爸母艰苦心的事哦。你就爱做互爸母感觉有你这个囝真光荣、真骄傲。迄、那个做互爸母，迄、那个是行动。所以敬爱本身是行动的结果。所以，那伫这个家，咱咧讲疼家己。过来就疼人，若轮到伫疼人这个只，互咱一挂，讲唔通甲人开玩笑，唔通用歹过歹。正人看做好的事，正人看做好的事，你着尽量去做。拜托，这个只讲你爱常常去做，努力去做，做啥物？人看做好啊，看做歹，人看做好的事。你若要影响一个人。你若要影响一个人，你定定去做一挂别人已经爱的物件，但是别人袂当互伊，干那你会当互伊，安尼伊会讲：哎呀，有你这个朋友真好，你很懂得我的心。当你真的做出他心里所要的，你就可以影响他。我看到有一挂人真无彩，我看到一挂人真无彩。真有热情，真有贴心，但是伊定定做伫别人的身上，听到对方掠狂，你捌看到这无？听到对方掠狂，爸爸妈妈真正疼，疼到囝掠狂，兄弟姐妹互相真疼，疼到对方掠狂。咱定定传一挂网络的信息，互别人互一挂群主，然后咱传的物件，互群主掠狂。我感觉足有智慧，足有智慧。基督徒会记得啥？你若真正要影响人，你直直想，
明哲善思一项。上帝给咱一个头脑，给咱一个心思意念，直咧想，想我会当轻轻啊做，搁做到对方欢喜。哎呀，人到他有这么水的代志，我轻轻啊做到你会欢喜。啊，有一种人，好拼啊，直做到对方抓狂。哎呦，你要做到啥？轻轻啊做到对方欢喜。啊，好，咱今后会咱来做这个。轻轻啊做，大家若要做长老，轻轻啊做就好。执事轻轻啊做就好。干呐做啥？教会给你的任务，你要做好。做长老的一日，一礼拜除了礼拜的时间以外，一礼拜至少八点钟到十点钟来思考教会的工。做执事的，一礼拜除了礼拜的时间以外，一礼拜到六点钟思考教会关心会友需要。轻轻啊做就好。做会议会，你规工，你我是基督徒，所以你的专职就是基督徒。所以你逐日要安怎想讲，我轻轻啊做，让我的同事、让我的朋友会当感觉我是一个基督徒。轻轻啊做就好 ，OK。所以人家都会感受到。咱咧讲蚂蚱官，刚才迄个蚂蚱官，你就该抓住迄个切牛之刚切牛的，因为伫这个家，人无爱，你唔通去做。让人爱你第一嘴，就是学建立你自己的形象，将建立你自己的生命品味、品牌，真要紧，真简单，真轻省，很有果效。这是同一个所在，同样一个景色，同样一个画面，然后。春夏秋冬无同款的季节去拍，去翕相。哎，同一个画面，无同款的季节去翕出来，结果有同款啊无？无同款。OK。春天表示一年的开始。春天表示春天起来，树叶无声，然后开始伫咧生长。然后对未来，你伫咧生长的生命，看见未来有许多的希望，许多的期待。夏天你若到的是豁达，真清脆，真无声，发电到。遐夏天是一个生命真正伫咧旺盛期。春天是一个开始发芽的日期。秋天开始叶仔咧变色，开始伫咧落叶。秋天嘛开始伫咧结果子的时，你若要春天去找果子，找无；你若要伫秋天去找幼子，无。所以你伫无同款的季节，你伫咧找无同款的伊。冬天你着看到日真冷叽叽，冬天你着看到开始咧高大的物件。你有当时啊，你看到一丛树啊，大高高，是不是？你若去到一个树啊边，看到大高高的树啊，你就会当甲压落枝下，当甲赢啥？是不是？是不是安尼？无一定。假如是你冬天到了一棵树下，你看到这棵大高高，我咧甲你讲，你若随便甲压枝。你会伤了他，因为他根本没有死，他只是枯了叶，落了叶，只剩下枯枝，他的生命还在。因为有人看到的是真凄凉，但是那个偌济人想要讲，看这个冬天要去落雪的所在去赏雪，对不对？比如说我一年有七礼拜的假，教会、中会这是总会规定，大家牧师啊，拢一年还有七礼拜的假。啊，真侪时阵我假拢休袂了，一摆我就带五十娘、十三个囝，然后伫几岁，然后我当来泡外口野外的游泳池，冬天外口的游泳池，啊，
啊，伊个是真高级，威斯个迄真高级个度假村。阮五个人感觉伫个伫厝外，感觉个静水，面顶水滴滴落，滴滴落，足水足水足水。冬天你会当看到那个真凄凉个景色，是沉沉，但是偌济人伫个羡慕迄款景色。你唔通想讲你的人生，即个是伫凄凉期，即个伫拄着大代志，搞不好伫遐伫遐，拄啊伫拄啊伫你人生的冬天的时，伫你人生的冬天的时，我甲你讲，上帝伫要伫遐做工，上帝真侪时阵，就是伫你的人生的冬天，伫要特别伫要改变你的生命方，你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真侪时阵。你的静止，你的性命静止时阵，在春天，你觉得你太兴奋了，然后因为你这个是你当地的发展，你聚不到，那在少年家当地春天的时候，嗯，你对伊人生有真多梦想，大人咧讲啥，你咧讲，对啊，啊，特别到夏天后，这个人当地的兴旺的是北部啦，外口的人到尾要甲讲啥？因为即股灯伫咧旺的时，哇！我咧讲亲阿兄弟姊妹，上帝手中的无几啊囝，等你的囝甲你的孙啊，当伫下天的生活中间，你直直爱祈祷，你爱替祈祷一项事，因伫生活的期间，因当个好势是毋才有信仰，毋才去教会，因为当时拄仔当伫咧起步的时间的生活的。真紧就离开上帝，因为太无用，太无用。因为我的角色太重要，我很重要的角色，我有很重要的任务，我忙得不得了，哪有时间去你们教会做礼拜？我哪敢来？要来搞牧师做礼拜，哪敢来得着？搞爸爸妈妈做礼拜，我讲 no， 是为着你家己的生命。OK，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跳。有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伊就着人默契啦。这间公司遮尔大，到底？要留予这个囝，还是不留予这个囝的囝？这个大老板真挣扎，因为这四个兄弟啊袂好，啊，伊唔知要安怎较好，因为我家己这个公司对无够有经营到这个程度来，怎么办？四个孩子彼此不能呢和睦相处。到底要交外口的专业人员呢，还是要继续留给自己的孩子呢？啊，已经苦恼的是，然后因为这个大老板去行过真侪所在，伊知影有一个所在，然后伊就甲伊的四个囝分别甲伊讲，伫无同款的季节，请伊去某一个所在，某一个角度。啊！叫伊的一个司机带伊的四个囝，伊无共款的季节，甲这四个囝讲，然后请司机带伊去翕一个相，然后拄只翕的迄个就是四个囝去翕的。因为四个囝彼此袂合，彼此互相拢伫咧找对方的问题。然后常常在造孽，老爸这个人安怎，那个人安怎，咱要去注意哈。咱常常在讲别人外歹的时，咱敢若拢咱家己外好，对不对？但事实上，当你在讲别人歹，别人嘛在讲你歹，啊，讲到尾，别人拢歹。那我巴不得哦，你能学了读书的好，啊，读书嘛学了你好，啊，咱直直学了学了，啊，咱敢若拢袂歹，反正拢是好啦。啊！你来直直找我的麻烦，啊！我直直找你的麻烦，弄到到尾，咱大家人哪敢那么麻烦的咯？
因为这个气氛是互相影响，加这四个，因老爸叫伊去翕相，是迄个老司机带伊去，翕了了后来，这个老爸甲伊讲一个道理，因四个人，伫遮你所翕的，是恁家己翕，同款的风景，同款的角度甲距离。只是你有同款的季节去，唔知恁过去伫恁的人生，拢伫咧讲别人安怎，别人的景色，别人的安怎。因为，等恁来把这个物件画面拢拼凑起来，事实上，恁拢出自同一个根源，恁拢有一个生命的同款的目的，恁拢有一挂同款的基础。只是恁看到的是彼此不同款的气氛，不同款的角度。那用安尼来讲，老爸用安尼伫咧鼓励四个囝，恁都要互相欣赏，然后互相拼凑，互相帮助，然后恁也会晓学到这点。其实恁有真侪受伤的所在，恁有同款的人生的目标，恁来当安尼，其实恁会当。完成一个真无同款、真多样性的未来。啊，我唔知即个四个囝未来后来安怎，但是我要搁倒转来，我要拖倒转来讲，我要用春夏秋冬来讲起。我的秋天，讲秋天是咧创啥？秋天。秋歌，秋天是咧丰收的时嘛，对不？等我的人生，即久若等你的丰收的季节时，搞不好等我的丰收的季节，此时此刻，可能是你人生的当天，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春天。我等来丰收，搞不好是别人人生再来开始。伊有可能，伊即个六十五岁啊，但是真心才来开始，因为伊其他的，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这是真心的无同款的阶段。我袂使用我秋收这个心情，伫咧看别人春天拄仔咧发芽，拄仔咧努力。我嘛袂当用我的。秋天的丰收，我已经结实累累啊！然后我伫咧看别人，你嘛袂当用你夏天当伫咧兴旺，伫咧全穿伫遐，然后你伫咧看其他的。我甲你讲，若无细腻，落魄无，咱是一句话讲啥？落魄。有摇摆骨，摇摆，哎，摇摆无老平骨，摇摆无老平骨 ，OK。所以人唔通伫过得真好真好的时，要讲话收呛 ，no， 哪个？人生也没有到一个走完的阶段，拢唔知啥人赢啥人输。所以不要定格自己。即久你若也阁是伫，你若是伫当天，你不要在那里自我定格，因为日子也来过，人生脚步也来走。即久真低落，你有一日可能你就翻转，当时马上翻转。所以春夏秋冬，互咱知影讲，即个季节是。正月到当时是啥物季节？个七月到月是啥物季节？迄是一定的规律。但是人生的脚步，人的日子是常常变化无定。真兴旺的人，搏一下马上变做一个冬天；冬天的人，搏一下拄到一个经历，马上伊的人生翻转。所以，即句你唔通歹看待你的囝。是，那你会食老，你还靠你的囝。所以，大个人伫这个下面爱学会
彼此好宽待。即句你嘛唔通随便对你的士大人讲五句的话，因为你即句若对你的士大人讲一挂五句刺激的话，士大人原本要对你真多的疼，对你真多的照顾，全断去，啊，你都家己继续艰苦。所以人生无论你伫什么款的时候，查讲即个随时的变动。基督徒有四项我看得真要紧的事。你在你的一生的中间，你的目标是荣神益人。你生命有非常重要的关怀，你要丰富你自己的生命。第三，你要真注意常常爱彼此相爱，跟你身边的人真正爱常常过彼此相爱的生活。第四，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传福音，总是要影响一些人。咱真欢喜今仔日咱遮个少年团结，咱要出去，青少年咱要出去，因就是要去得时不得时，因伫咧操练家己，要安怎去传福音，要影响一些人，或一寡外口个人会当一个机会，一个教会。所以是每一间时间教会，就是许多人生命的一个安全感。然后愿上帝真正予咱，只有四项代志，咱爱从做一个基督徒，咱定定爱从的是啥？第一，容神益人；第二，丰富家己的生命；第三，彼此相听；第四，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求一些人。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我不忙你鼓励你们去宣教，因为教会予人。第九，你们要宣什么教？你们也不懂。我们是要传福音，福音的本质就是上帝，上帝的爱。福音的本质就是爱，就是服务。没有人关心你，我是上帝的使者来到你的面前，我就是你的福音，你的出现就是我的福音。所以，咱不按在那里。这个中间，咱今天在咧回应基督徒真特别的特质，基督徒的生命特质。所以不管别人安怎样，有一挂人伊无这个圣经通读，有一挂人伊无这个道理通听，有一挂人伊的人生无人甲伊提醒，所以当时做一挂代志真无合理，就讲一挂话真刺激人。我想不要跟他计较。因为我们要感谢是我们有这一本圣经，我们有常常在做礼拜，我们有在祷告，那努力跟上帝对话，圣灵在我们当中上在我们灵修的时候在感动。因为我现在忙你如果记得是你可以跟下卡你老掉一些灵修的这个你跟别人提，每一个人真的要进入灵修的生活。因为我们要怎么讲这一个基督徒，我们这个信仰就让我们都在高登去和上帝，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上帝，交回去。那这个心里一点爱有一种属灵的味道，一点爱有一挂爱的印记底下，然后让看到我的生命整个流程还是有许多爱的故事、爱的印记。咱在咱的一生的中间，莫跟人相争呐。真正时阵，我们跟与人在争来争去的时候，争到贵啊！很多时候，我真赢，这边哦，我真赢，我得着。事实上，等你真赢的时候，背后你输得痛苦啊！将起做分出一分车，输输啊赢，输输啊赢，不一定讲。其实输输啊赢，输输啊赢，是阮做牧师的人150年来伫台湾这块土地。牧师大拢伫咧讲一句话：做牧师的人唔通甲会友，唔通甲中职收烧钱。做牧师的人一世人就是安怎，输输啊赢，输输啊赢。我只放互你，我只买甲你烧钱，但是我用我后来的人格，用我的吞论，用我明知影我叫，到尾互你赢。人心都有一把尺啦，到尾拢知影。然后你伫恁娘啊，伫恁娘娘到一个程度，我唔甘，我爱敬爱。牧师当然到尾伫咧赢得人家对他的敬爱，因为你会听我的话，你会听我劝，
唔是我有官兵，我不能够帮你呐。你的听话，你的想要接到我的话，是你敬爱我，所以你会领受我。所以跟人相处，今天在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品味、人格、道德的事，直接来讲，那么要怎以什么态度跟人三个相互相互动呢 ？OK， 我来最后我来讲一个。在阿拉斯加，我想咱中间唔少人去到阿拉斯加无，有个人也唱一下嘛。啊哈，啊对，咱中间有人去到阿拉斯加，就是。阿拉斯加原本是苏俄的土地啦，迄一片一个，迄有够大片的啦，迄住伫北极的边啊，哎呦，够大片呐。啊，为了搁过遮大片的一块土地哦，啊，因为伫北极嘛，所以搁规年冬天拢冰天雪地啦，苏俄足头疼。遮尼大片的冰天雪地，拢都爱为了要过讲，这是我的领土，我要派足侪兵去遐过守。啊，遐兵规年冬天也无咧战争，啊，过遐，我咧一个搁对国防、对国家的预算来讲不得了的付出啦。所以苏俄过。规世安尼规世纪了后，不爱啊，他不管，伊怎啊对国际，我要把这一块土地卖掉，啊，后来美国去甲买了，现在少年老话是恁那顶有那长啊，我美国后来偌济啊，甲双方买到一大片的土地啦，给美国人，啊，姐你敢知？啊？一块美金呐、啊，遐大片的土地啊！双方讲，哎呦，我挡袂牢啦！这对国家的预算，这我都要派偌侪兵去遐镇扎伫遐，所以放弃美国一块甲买，双方欢喜甲，美国嘛欢喜甲。双方对这开始，我明个有一寡国家预算去伫遐，美国讲。对方太戆，较可怜啦。那虽然冰山雪地，但下骹干那迄个下骹干迄个领土，你知影怪怪遥远。所以美国后来就创些，哎，伊遐尔大，美国唔免派兵，到即摆也不是哦，到即摆不是。什么人若要去带伫阿拉斯加？什么人若要去甲身份证的住址吼，刷去阿拉斯加？美国政府逐个月给你钱，安尼好唔好？你去掠鱼啦，你讲拢唔免说，囡仔出在你本来用啊，不要拍啦，拢无要紧。啊，美国政府搁大部分付你钱，所以有一挂少年人，然后有一挂这种人，伊有一挂爱研究的人，包括马街第三代，你知马街第三代伫个出边尔，伫个温哥华出边，伊伫个研究的是冻土啦，冻土，你知迄、那个？迄、那个冰天雪地土下骹，然后土下骹有迄个冰的船，因太冷，迄、那个零下七十度、几十度，哎、啊，迄、那个水怎变冰的船，怎变成一粒球，还是冰？然后面顶已经砍土，砍三尺、三公尺、几公尺，哎、啊，下骹有形成一款的冻土啊。马甲博士，马甲第三代就研究这个，伊到八十几岁。伫遐，伫北京也有个研究室啊。你今日拄着我，王牧师，你是歹人啊！来食到老也会讲你是歹人。你台北大汉啊，甲男医生，因一岁啊，咱第二代男医生斗阵伫遮。就一摆，我伫美国是甲马代第三代甲男医生的第二代。甲伊带去温哥华，互因两个感觉见面，欢喜甲无讲。我来讲这个故事，拄仔阿拉斯加，一个少年人去伫冰天雪地的所在，伫遐一段时间，啊，伊一个到尾无聊，啊，伊饲一只狗，你讲 husky， 我温哥华阮囡仔老家那边，敢嘛饲一只 husky， 然后后来伊就伫美国。等于美国，迄、那个开始讲，我要想要娶某人，我下门要嫁我啦，但是若要嫁我，我爱甲我住伫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啦，唔知，
后来就真正一个女性就怎啊，甲伊结婚啊，就娶伊，啊娶伊一年外了后生一个囝，一个三四个月囝，了后，迄、那个太太伫遐太冷太冷，搁太孤单无聊，住袂了，所以太迄、那个太太怎啊离开伊，啊就离开伊。啊，即摆问题是，剩一个人，剩一个人，甲伊一个囝仔，啊搁一只狗，爱定定爱出外。常常爱出外，啊，遐常常拢伫了落雪，啊，要安怎？所以训练一只狗，训练一只哈士奇哦，会晓去做服务啦。即马，那迄、那个有当时啊出奇的事，要一个以前伊都甲囡仔咧饮的物件弄好好，嗯，啊，就泡伫温的所在，然后囡仔来咧哭的，通常只只狗有咬伊啊，然后食，就反正训练这只狗做一寡基本动作，诶，我甲你讲，诶，动物是真好训练的。啊，训练了啊，一段有一摆爱出外，爱出外，伊即久有就即边伊有一个预感，因为天气无通好，但伊真正爱出外，所以伊嘛甲照顾当时有电的，啊，就拢传传了好，啊，伊只狗训练就是安全样，伊若无倒转来时。安全供给，迄、那个买米的需要，但出去了真正拄着大风势，所以怎啊伫时间的内面无法度通倒转来。伊真急，比后来比伊预算的佫加几啊点钟，所以无法度赶转来的时，那伊一个伫遮，一个伫外口，最后细较平静的时，想尽办法就是冲转去到因家，无怕什么转伊。等于冲到去到因家门，一个拍开的时，迄只狗熊一个欢喜冲来的时哦，哎，看到迄只，看到迄只狗，规身骨拢贵啊！伊真直觉反应就是打死啊！因安怎？狗叫一只因啊？我唔是狗叫一只因啊？因啊！因啊！因啊！叫一只狗安怎样啊？安尼。所以，这伊直接的反应就是这个画面，伊就伊的情绪马上牵动，轻压就嘣一下，嘣两声，伊只狗倒去，然后伊只狗目睭直直看咧，感觉咱阿姨目睭直直看。像，伊开始咧找伊只伊的囡仔，啥狗的囡仔？已经会晓爬了，伫迄、那个，伫一个，迄、那个桌仔下骹，咱们来哭，啊爬会出来，啊伊囡仔规身骨好好，然后想讲，那安尼当已经个囡仔抱起，咱们来找到底是安怎？伊，甲，伊只狗我拍伫遐，目睭也过来，咱们来看，咱们来喊，这个囡仔规身骨好好，安尼到底是安怎？伊感觉真扯出来到外口，后壁一只大只动物伫遐，互咬死伫遐。啊，这个主人，正好伊个囡仔佫摕入去，转来感觉抱伊只狗，感觉老屎，感觉在回事嘞，唔甘，都太晚了，明年救袂到。因为咱伫人甲人个中间，基督个信仰就是真要紧，伫这个时。爱疼上帝，爱疼，嘛爱疼你家己。我想伫这个家的记得，这个疼要安怎？那是一个足高度的艺术啊！会记你爱疼我，因为即久可能你唔知影，你看我逐项拢好好，但咱也搁袂当无无想要刺激，因为搞不好今仔日我要出来是拄着代志，我即久你看我人多东西拢好好，今仔日你看到我嘛好，事实上我即久的心是很容易碎掉的，因为我就有代志，你唔知道。搞不好即久你伫咧目睭前，你看袂起的一个人，三年后我跟你讲，你拄啊拄着大代志，搞不好他已经翻转，他在某一个角落，他在等你。早前你若对伊好，这个时也让顺手帮忙你了，因为早前你对伊伤害，他今天可能视而不见。人生就是拄啊伫遮，伫遮，
伫迄个春夏秋冬定定变化无定的时，我讲所有的人跟咱的好的时，咱也都要相信；所有的人跟咱的无好的时，你嘛要信心徛在坚定，坚守忍耐到落尾。因为忍过了，风会过，雨会过，冬天嘛会过，一切拢记过来。然后阮即个修书春夏秋冬的上面有修咱。以传咱的真心，大心的祈祷。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短暂的时间，让我们的安静就是心灵的喂养。愿你让我的心灵臃肿，让我常常抱着一个对的态度，最对的选择，然后用好的对的立场来看对的代志。所有这样代志有足侪面。盼望我们看到的都是那最好的那一面，因为我们看到的，我们故意忽略不好的，我们故意看到那最好的，因为我们的信心要把我们带到那最好的那一面去。往万的信望爱人生，高不要我万人当及时的，我的列名请记得，我的天啊，都是要少年。